练得身形似鹤形，千株松下两寒经。我来问道无余说，云在青天，水在平。这是大明王朝1566中嘉靖的首次出场。跟其他皇帝不一样的是，一袭道袍的嘉靖姿态俊逸，完全看不出威严，反倒是像个修行多年的老道。而就是这个老道一手造就了如今大明波澜诡谲的政治局面。那一切的开始还得从一场财政会议讲起。清流浊流宦官三股势力战好，一声同庆开启了大明一年一度的财政总结报告。听到大老板嘉靖放出信号，议事吧，还是老规矩，内阁把去年的各项开支按各部和两京13省的实际用度报上来，内阁拟了票，我们能批红的就把红给批了。阁老，您说呢？作为大明帝国实质上的二号人物，吕方这个人的业务水平是非常高的，在本场会议开始前就已经跟各部门清流也好浊流也罢都透了口风。皇上一直在为苍生祈雪，周云逸的事儿他不知道，你们吵归吵，别狗撕猫咬的太厉害，咱们呢主打的就是一手以和为贵。所以当接力棒到了严嵩手里的时候，那这只老狐狸也深切知道一个道理，一切功劳都是领导。下面请看大明 TV 对此详细报道。风雨送春归，飞雪迎春到，四道春花凉漫时，他在丛中笑。为恭贺新春，大明帝国内阁首辅严嵩发表重要讲话。大明大明不得了，粮食大丰收，洪水被赶跑，百姓安居乐业，齐夸陛下领导，尤其大明军队更是天下难找，纵观华夏历史风景这边独好。在这里本阁老要感谢陛下仁慈，眼见暴雪漫天，不惜以身祈雪，这场雪是陛下静下来的，有这样的陛下才有了如今风调雨顺的大明江山，我大明天下无敌呀。以上信息由本台记者杰克大头为您报道。在能播的节目结束后，严嵩就要唠唠不能播的节目了。去年腊月又没下雪，有些人就借着这个诽谤朝廷，诽谤朝廷，诽谤朝廷。要是今天再没下雪，那我们这些人都得请罪辞职了。这话无疑是把清流们架在火上烤。有些人指的是谁？谁此刻跟周云逸站在一起，谁就是有些人，谁就是诽谤嘉靖的王八犊子。之后严嵩就开始点起了去年的账目。托皇上的福啊，俺们是天天加班又加点，熬夜又通宵的，总算是把去年的账给算完了。那接下来话就不对劲儿了。内阁也把票都拟好了，司礼监批了红，去年的账也就算结了，然后咱们再议今年的开支。徐阁老，内阁的票拟在你们那儿，你们说一下，然后呈交吕公公他们批红吧。这是大明王朝里无形的刀光剑影。严嵩话里的意思很明确，差不多得了，票拟好了，六部签个字，交给司礼监批个红，皇上点个头，那不就是贯彻了个思想，以和为贵。可是徐阶这次是带着剑来的，他不要签字，他要抓住一年一度的机会，开始对严党开战。内阁的票拟是由昨天世蕃兄交给我们户部的，我和素卿昨夜核对了一个晚上，有些票拟我们签了字，有些票拟我们没有敢签字。什么？哪些票拟没签？兵部的开支账单我们签了字，吏部和工部的开支账单超支太大，我们没有敢签字。当徐阶把这话说出来的时候，吕方就意识到了以和为贵是不可能了。首先徐阁老暴露了一个信息，小阁老纯纯不安好心呢，一天前把票拟交过来，现在又让我们签字，这简直就是欺天了。其次，去过提篮桥会计中心深造的朋友们都知道，一个公司花多少钱大家心里都有数，在年会的时候说超支，毫无疑问就是要告诉幕后的老板吏部和工部亏空了，这不明摆着让嘉靖这个大明最大的老板来查吗？所以小阁老表示，好好好好，开工第一天你给我这么玩是吧？各部的开支内阁拟票的时候你们都在场，现在却签一个部不签一个部，你们户部到底要干什么？户部是大明的户部，不是什么我们的户部，吏部工部也是大明的吏部工部，
而不是什么你的吏部工部。高拱这边继续跟严世蕃狗丝猫咬，针对一个用户问题争论了起来。毕竟嘉靖上朝就爆发过大礼役事件，不过这一切幕后老板嘉靖都习以为常。一袭道袍的他飘飘然往黄金马桶上一坐。今天开始我要自己上厕所，上厕所时不能吃东西，上厕所时不能玩玩具，上厕所时要节约用纸。舒舒服服上厕所的嘉靖听到外面吵翻天，高拱撂下一句：户部这差事我们干不了了。猛地一拍，听到动静的老哥老不动声色：严世蕃，殿。这里没有什么殿，只有我大明的臣子御前议事，要让人说话。严嵩是知道嘉靖意思的，小严师傅要是真把高拱逼得原地辞职，这个烂摊子谁来管？指望至高无上的万寿帝君来管吗？做你娘的梦啊！到头来你爹还得给你擦屁股。眼见顶头上司生气了，大明真正的一人之下也出来敲打起了两派拳击手。我也提个醒，议事就是议事，不要动不动就扯到什么罢官撤职，谁该干什么谁不该干什么，这杆秤在皇上的手里，希望大家心里明白。话说到这份上，就开始了第二轮的较量。高拱捧着票子开始进行财务报告，偌大的大明王朝亏空居然达到了1400万两银子。高拱先是埋了坑，表示兵部的300万他们并没有支出，去年一年亏空的1400万两都是吏部和工部的亏空，却让我们从其他部来拟票。小阁老，你说这个字我们怎么签？面对高拱的步步紧逼，小阁老也开始反击了。内阁拟票的时候，你们户部两个堂官都在场，你们当时就见过这张票，你那个时候有话不说，现在却在御前会议上项庄舞剑。老徐，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何为项？
水在平。他就是大明帝国至高无上的皇帝陛下，黄金马土县人主持，百万修道的权力怪物，嘉靖帝朱厚熜，道号灵蛇上卿，统雷元阳，妙医飞选真君，九天红教，土鸡生灵，掌阴阳宫，过大脑，私人紫气仙翁，阴阳真人，元虚玄印，带化诸魔，中小帝君，太上大罗天仙，紫极长生，圣之少林，统元征应，玉虚总长，五雷大真人，玄都井，万寿帝君。那么万寿帝君该如何处理眼下的局面呢？他的操作又隐藏着怎样的政治手腕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长按大拇指三秒为巨远充能，我们下期再见。